这五样东西你可以 master， 你可以掌握，你的生活就很好了。You live an excellent life, happy, successful, abundant life。你只要 master 五样东西 ：emotional mastery， number two， physical mastery， number three， relationship mastery， number four， money mastery， 钱， number five， time mastery。你一生中就是要掌握这五样东西。现在我跟你讲的东西是在第一个 emotional mastery， 我在教你这个。你是五样东西 ，you can master that， guarantee your life will be excellent。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target， 想要达到，对吗？ 我想要财富自由，那你想要财富自由可是还没达到，想要赚到自己要赚来可是还没赚到，想要给家人更好但是还没达到，所以因为没有达到你会觉得 frustrated， 很无奈，很压力，很担心，很忧虑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因为达不到。我每一个成果都会有一个推动力在那边，这个推动力就是呢，我可以用两个东西来形容，就是 your behavior and your action。 behavior 就是你的行为，而 action 是你的行动，因为你某一种的行为去带来某一种的动作，那个动作就产生了这个成果， it brings a certain result into your life。 所以你会忧虑，会担心等等，这样吗？ certain behavior trigger certain action， certain action will trigger certain result。所以你的行为会推动某一种的动作，某一种的动作好像目不好，心情不好。当你的目不好，心情不好，你懂吗？你的头脑想的都是消极的，你就开始感觉压力，感觉无奈，感觉乏睡的，感觉担心，感觉忧虑，这些全部都是因为你的行为带来的。啊，多少个讲到这边，你开始明白了一些东西了。是你要搞清楚来，你之所以是现在这样的状况，笑不起来，目睡，情绪飙来飙去，让你的情绪乱乱飙，都是因为你的行为产生的动作而带来的成果。 Certain behavior will trigger certain action， and that action will trigger the result。 你知道某一种行为产生某一种的动作就带来了这种的成果，哦，压力啊，很沮丧啊，很忧虑啊，很担心啊。所以你会知道，如果要改变这个 ，if you want to change this， 很压力，很担心，很忧虑，很烦恼，情绪不稳，情绪很低落，很消极。那如果你要改变这些东西，你要改变什么？动作。行为。对了。你要改变这个，你就要先改变你的行为，对吧？ Change your behavior， right？ Yeah. 然后就自然改变你的行动，对吧？ Yeah. 效果就不一样了，对不？ So 每一个人在这边，你都有一个 target。Yeah， you want something， you want to achieve something。他说我要赚那些还没有赚到，我要给家人最好还没有做到，很无奈，因为还没财富自由。你们也是一样，如果要问完一个个都有的，对吗？ Everyone has a target， 每一个都有一个目标，就还要达到。但是你很 frustrated 啊，你很 frustrated， 你很无奈啊，你很担心啊，很忧虑啊，啪啪啪啪啪，为什么？因为你的某一种行为带来某一种行动，带来这个的成果。那现在我再问你了，到底什么东西，你的行为带来行动，推动成果呀？推动它带来成果呀。那现在我又问你，到底是什么东西推动你这样有这样的行为？ What trigger the behavior now? What trigger your behavior? 啊， What trigger 什么东西激发你的这种的行为，带来这样的动作，就带来这样的成果，是什么来的？What is it the thing? What is this something? What is this something that trigger the behavior? That bring the action to
conclude that result in your life. OK， 这个就是我讲的有 emotional state， 情绪的状况 ，bang 影响了你的行为，你就开始这样去做，然后就带来这样的效果。像刚才我还没有赚到这样的钱，还没有赚到这样的钱，所以你感觉很无奈的感觉上，你的情绪受影响，对吗？情绪受影响就会带来行为，它刺激你嘛，你就会这样去，然后你感觉，就你的行为是什么？刚才我在讲，你感觉很压力，感觉很累，感觉很忧虑，感觉很烦的时候，感觉发衰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怎样？所以大多数人每一天在生活上都是没有什么笑容。That's why most of the people in life they don't smile, they don't laugh。很少听到多少个每天笑的。You know you ought to laugh. Emotional state. 看啊，我现在跟你分析给你看。你的成果都是因为行动带来的，你的行动是你的行为刺激的。你的行为都是因为你的情绪带动的，情绪不好的时候，这个人是比较危险的嘛，要么他会打人，要么他会骂人，要么他就扁嘴对你，要么他就不把你东西做好来，要么他就不跟你讲话，要么他就不回你 message， 是不是很多这种东西？情绪不好 ，right？ 所以情绪啊。情绪啊，会影响你的行为了，你的行为就带来行动，结果呢，你就活在那一个情况当中。多少个明白了的？所以，如果现在我问你 ，If you want to get new result， 你要有 new result， 新的成果 ，OK， 很喜乐的，我跟你讲，很 frustrated 的，你要不要？要不要很喜乐？哈利路亚，很兴奋的，很高兴的。很满足了，很满意，很 fulfill 的，哇，走路都会飞的，好像 Nike 一样的，Walk in the air, run in the air, Nike, hello,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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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啊，好，要不要这种的成果 ？How many want this kind of result in your life？ 哇，每一天笑了，每天笑了，我们平嘴，每天笑了一个 excited, happy every day, hello, yes, hello, yes, hello, yes, 所以。If you want to get new result, you make sure you have new behavior. 要新的成果，你就要有新的行为。因为你的 emotional state 啊 ，emotional 觉得啊没有钱，我还没有说啊还没有财富自由，啊还没有财富，所以你的 emotion 是很沉的，所以你的行为就是很消极的，你的动作是很消极的，你不会笑的，你不会兴奋的。别人 excited 还是不 excited？ 有没有看过在某一些聚会的一些人 excited 就在那边不 excited 的 ？That is the emotional state of the person. Emotional state. When others are excited， 那几个人就是你什么这么兴奋？That is the emotional state they are in. 所以明白吗？人之所以会有这种的动作，都是 emotion。也就是说 ，life only five mastery， emotional mastery。你要能够掌控你的情绪，听哦，大多数人都不用掌控情绪，而让情绪呢自然发挥，这个就是很大的错误。你不能的 ，you cannot allow this。You got to take control, take charge over your emotion。So emotional state 很重要。那你的情绪很重要，要改变了。所以你看啊，怎么样改变了？怎么样改变了 ？How to change？ 去看教练了，你很累啊，这样你就站起来，深呼吸两分钟，哎，马上增加20%的能量 ，increase 20% of testosterone， your energy level increase 20% instantly。这是专家研究出来，我昨天真的在那边试，哎。头脑比较清掉复燃间 you can feel that 你回家就是 you can feel that your mind suddenly get clear 哇复燃间头脑清掉很厉害哦很厉害的哦 it's really make a world of difference so 你看你要带来新的成果就要有新的动作这是刚才我讲的你这边很消极很沉很无奈笑不出来很累
很沮丧，很担心，很忧虑，啪啪啪，压力。所以这种的状况一般上呢都是语气无力。说现在你要改变嘛，很兴奋，你要很好的状态嘛，说你的行为要改变。So what you do next? Take a deep breath for 2 minutes, 两分钟深呼吸的，开始做一些动作，开始做一些动作，有看到吗？有一次，上一次在这边我叫他做什么，记得吗？晚上不一样的对吗？他就，你知道吗？不管你在这边是什么成果 ，You don't bother about here， 很无奈，很压力，很沮丧，很忧虑，很担心。OK， 在这边现在改变你的动作。因为压力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感觉？一个人压力很无奈，很忧虑，很担心，是怎么样的？他样子是怎么样的？告诉怎么样的样子？样子是怎么样的？他一直很累，对吗？一直都是很累，整天讲很累，不会笑的，嘴巴平的，平线的，眼神是掉下来的，脸沉垂下来的，讲话你认为他怎么样讲？对，慢慢讲这句话就对了，慢慢讲了，你知道吗？耶稣真的很好，我很爱耶稣，因为耶稣对我真的很好，你认为好吗？他这样讲，明白吗？所以一个压力的人，很沮丧的人，很忧虑的人，他是这样的，他是这样的动作来的。所以你要改变吗？ Change your behavior。你可以改变行为，你的成果就改变掉，马上 instantly 行动一改变了， behavior change， 成果就不一样了的。所以你要明白，很多时候我们被骗了，当我们在某一种的情绪的状况之下，我们觉得很累，我们觉得很无奈，我们觉得很忧虑，我们觉得很担心，然后我们就是做出这样的行为，带来这样子的效果出来，很沮丧，很累，很消极，很沉，不想做任何东西，很累了，讲话都没有力了，有气无力的，思想想到都是消极的，思想想到好像都是不可能的东西，本来可以的，现在想到不可能的。那如果你允许那种的情绪影响你的动作行为，继续这样的行为，继续很累，没了，不想做的，一直这样的，它的成果就永远停在那边，你就一直不会成功。当然当你一直这样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然后呢，这边的成果就会回来，跟这个人说，我早都跟你讲了，我不能，对不对？我早都跟你讲，是不是？是不是？你看，他这一个会回来跟这个说，看，对吗？你看啊，没有用的，还是失败，消极、消沉、忧虑、担心，叭叭叭。他回来再给他更强的印证 ，See, I told you so。我已经告诉过你，不能就是不能。这一个一来啊，完蛋了。因为这一个一来呢，他就给了很强的肯定，你是不会成功的，你是不会成功的，你是不可能成功的，你是不可能出人头地的，你是不可能赚到钱的。你赚不到你的100万了，所以这个东西会重复的在你的潜在意识里面不断的重复。所以呢，听啊，还没有讲完呢。当这一个人回来这边跟他印证 ，See, I told you so, it won't work, right？ 然后这个就接受了，就 Yes。You know what happened? The next cycle 又来了 ，Bang！ 又带来新的一种消极的动作。新的行为，新的一种消极的行为，带来新的消极的动作 ，negative action，negative trigger， 更多的 negative result。这种东西啊，一直 cycle。This is the cycle of defeat in many people's life。所以很多人一直活在这种失败的循环，一直循环。你知道谁在作怪吗？这边，你的情绪在作怪。Your emotion that is controlling your life. So I said, life is only 5 things you need to master. Number one, emotional mastery. 可是我在重复，大多数人让他的情绪怎么样讲呢？怎么样形容呢？
任意妄行，让他的情绪随便要去哪里就去，要做什么就做，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很多人对他的情绪是可以用两个字，失控， lost control， 失控。所以他的情绪一直的激发他的行为，行为激发动作，动作带来成果，成果这边他就回来跟他讲，是不是？我跟你讲不能，我跟你讲不会，我跟你讲做不到，我跟你讲做不到的，他就是是又来了，他又有新的消极的行为，新的动作，新的成果，这种东西重复重复重复。所以有些坐在这边，你已经重复了多少年？ For how many years you are going through this thing？ 多少年了你在这个打滚？很多人不能成功就是这样，失败一次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所以听啊听啊，我告诉你一个 something really powerful here， 听啊，一个活在这样的一个心境，这样一个 state， 这样一个境况里的人， a person living this kind of state， you know what happened？ 我不管你做哪一个行业，不管你做什么生意，你不会成功的。所以不是那个生意，不是 MV 不能做，不是这个不能做，不是那个不能做，是你这个人的问题，看到了吗？今天如果你还看不到这个就完蛋，你要看到，不是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是你的问题，因为你没有去学习 mastery of the emotion， right？ You don't learn to master your emotion。You let your emotion flare out, do as it likes. 所以大多数的人，我可以讲95%到99%的人都是这样，让情绪自然的表达，让情绪自由的发挥，都不去掌控它。今天你听我讲这一场，我都讲你的生命会改变的。如果你认真的听，你认真的听我教你，真的生命改变的。因为当然这一场你就学到不少东西。This is very powerful. This is extremely powerful. 所以你明白吗？你不要在这样的时候，你就要有新的动作。这个新的动作带来新的成果，这个新的成果 ，a new result， 会也一样的到我来。See, I told you you can do it. 哈，现在不同了哦。你有新的行为，带来新的成果。这个新的成果很兴奋的，哇，很 excited 的，啊，很积极的，很乐观的，很热忱的，充满热爱的 passionate， you know， 这个成果呢带来很大的效果。然后他就回来跟你的头脑讲，看到吗？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我都跟你讲，我都跟你讲了， you can do it， come on， come on。If you learn how to do this power action, you learn how to trigger the power action, all the results of your life will change. 100% change. 所以新的成果就跟你的头脑讲， See, 我告诉你， You can do it. 那么然后你继续这样做，继续更多新的成果，对吧？好的，对吧？所以好的成果就一直跟你的脑讲， See, you can do it.好的成果 ，See you can do it。好的成果 ，See you can do it。You know what happened？ 当这种的沟通在你里面继续的时候呢，你就开始了。嘿，我真的可以做得到 ，I can do it，I can do it。希望这个信息鼓励和激发到大家，记得在下面给一个 like， 然后顺便 subscribe 我的这个 YouTube channel， 以后有更多的信息可以帮助大家，谢谢。